很脏，不能太靠近，也不要太靠近。蛮新的，风吹日晒雨淋的，他们多辛苦啊！真的很辛苦哎、欸，不知道有没有帮我们宝宝健保？就是。明天吃货阿姨约在这里 ，Thank you。好像听说所有东西都有行李箱装着。好厉害，妈妈带你拔豆的。妈妈小心哦。好，因为今天我们摄影师是妈妈，所以一切都要小心。带着阿婷跟你。现在人比较少。我们现在要来挑杯子，那要怎么挑啊？不知道啊。我要一个小小的。请问一下怎么挑啊？你的是热杯，热它没有写。杯口大的都可以挑，一般热杯都可以挑。然后热杯的话，我选了两台，杯旁边有写热杯的那个。哦，好，所以你全部都可以挑哎。那我的黑糖拿铁我想要，好难挑哦。每个地方都这么可爱啊，然后水杯也超可爱的，好好好好好，人超多，现在明明是平日的早上，随处超可爱，每个地方都可以拍照。这边我刚没逛到，哪边？哦，这边好渺小，我要找。哦，刚刚应该选这个到捷克。杰克是谁呀？杰克是谁？哦，我真的很想不想跟你那个没 sense 的人。杰克那是谁啊？这好可爱哦！那我们现在是选这个，这个不能选吧？可以吧？他说我们的只要是没盖子都可以啊。真的、哦？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去熊眼店帮大家吃，因为听说熊眼店里面的选择又不一样。像我的笑笑猫，说不定熊眼店有。哦，他们店也真的好多好可爱的东西。都是捂嘴吗？哪里有我的吗？他里面，他里面，他在里面。我喜欢那个小熊猫，也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很高追耶！哎、欸，你说他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得他是谁。丫头，跟你一样的丑丫头啊！你刚刚讲完的时候，店员都笑了。来，你给大家看看我今天有多美，你拍我，我拍很漂亮，我拍你是不是？今天很漂亮，哇，后面那面墙真的好可爱哦！我在跟你约，我就把脑袋砍下来。他为什么叫丑丫头啊？他明明很可爱，他那一只里面的角色就叫丑丫头、啊，所以他常常做一些很蠢的事，就大概跟你一样吧。丑丫头好可爱哟、喔！其实配色很可爱、欸。对，你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它的图好吗？史迪奇里面的丑，有一点聪明一点好吗？下次来画这一只丫。哦，好。好喝吗？对，黑糖拿铁。我们俩刚刚讨论，觉得它的饮料虽然好喝，然后又附了一个蛋糕，还有5个麦片。但有点贵，芒果吗？不是啊，就是那个喜瑞尔啊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他刚送出来的样子好可爱哦！打开打开，好，这是我的货柜箱。我点的是辣味猪五花炖饭，看起来好好吃，好可爱哦！这个红萝卜看起来好可怕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好可爱。哦，还有。舌头可以不要伸那么长吗？我很真诚。哎，他们真的好吃的，值得吧？值得吧？值得吧？可以。那个288，然后就加这个饮料108，小贵，但你去喝一吃。好吃比较重要吧。好吃真蛮重要。如果你可以花个300块，然后吃一家不好吃的，是不是更不开心？没错。我还点了70条。哎，我酸好酸哦！再见。你很夸张。夸张了，这个孕妇真的很 over 哎、欸，一下就累，一下就累的。要不是因为她是孕妇，我就揍她了。干嘛想偷吃我的？来，我帮你拍照，你不要动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
你看我在那边叫你，就在那边骂我，你自己叫成这样。孕妇好容易生气，大家要注意哦，不要惹孕妇哈。这位妈妈饿到一个不行，超饿，然后又一直坚持不住。你的来了，你的来了，你的是什么？你的是谁？小飞侠。好幼稚哦，我们妈呀！小飞侠好可爱哦，超可爱。可是小飞侠，你看容量感觉就小很多哎。放屁！你自己看我的丑丫头，真的有差。小飞侠好可爱哦，是不是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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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穿好了吗？刚刚这位妈妈说要让我选，然后她就自己点了小飞侠，是吧？你选一个选这么久，那个店员都觉得怎样？店员觉得我很可爱好吗？我已经当了妈妈，你还这么愚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当妈才会变笨。不要怪小孩，妈妈都爱怪小孩。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，真的哎，跟你小孩一样可爱，还好没有跟妈妈一样讨厌。妈妈是白目，是这什么意思？你在干嘛？你的很好喝是不是？你好，我一口都不可以借你喝，你就好好喝你的气泡水。而且你为什么可以加冰块？你为什么不能喝热的你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医生有说。医生有说可以现在来宣导各位妈妈，我这一集是妈妈特辑。好，来妈妈请说。你喝汤你会怕烫到小孩吗？不会啊。对，你喝冰的饮料进去就是会冰到小孩啊。有点智商，各位妈妈有点智商，有点智商。这一集如果有问题就去妈妈。很夸张，番茄、蜂蜜、芥末、它这样，面包现烤的真的，只下面是面包。哦，好夸张哦！不好意思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这个妈妈真的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。来，那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，它叫什么？这是早午餐妈妈点的，而且要趁热吃。那我现在怎么？它的酱很可爱。刚刚姐姐是我的货柜笨蛋，然后还有妈妈点的，这是什么？然后是小飞象，我的黑糖牛奶。那这边什么？起司条，平凡的起司条，好吃，好好吃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动了，赶快拿来看。不要偷吃，妈妈你不要偷吃，妈妈我在拍照，妈妈，饭真的很好吃啊，吃点鱼香，吃点鱼香，等一下我辣很刚好，一点都我觉得很辣，哎，这我的错了，这不是说我可以吃吗？等一下我录完，他就把整桌都吃完了，你太绝，因为我很忙啊，我做很多事哎。妈妈拿相机又说手会酸啊，你请问一下你，谢谢。请问一下你拿刀叉手会酸吗？它不重。这集真的是在录妈妈各种呛面哎，有点礼貌。对不起，妈妈道歉。刚刚呢，妈妈自己突然叫我帮她拍一张，然后呢又说这很可爱，我刚说过了，这真的太可爱了，这真的很可爱，而且有三种酱可以选择。蜂蜜、芥末、番茄跟芒果，好强啊！而且里面的东西真的还蛮多的。给大家这个很好吃，但是封什么？我想不起来，我吃单看。这是直接这样吃吗？没有，还弄酱。你早说你，你为什么要那么慢说？我真的是尴尬，我都被妈妈整了。这什么酱？凯撒加蜂蜜芥末的感觉，可是我觉得你就是里面酱很多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炖饭。好，羊肉酱，羊肉酱。好好好，我不跟大家聊。行程就结束了，介绍 Take Q 给大家认识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我的粉丝团，还有我的 YouTube， 好不好？还有 IG， 还有 IG 哦 ，T V V 不失败哟，拜拜。有话要说，开启他的小铃铛哦。谁的小铃铛？豆腐的小铃铛哦。